坐。哦。你最好坐过来点，这样方便看教程。哦，行。你是怎么知道这儿的呀？童女士告诉我。啊。哦。我的意思是，是我问他哪里适合用来帮助你做改造。做陶艺最重要的就是心境，这里确实是更适合的地方。试试。嗯。我自己来，没事，我来。哎，这怎么掌握不了平衡啊？哎。别急，得慢慢来。这都不对称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再重新来就是了。